是谁答应他的？他说是窗口，还说他小孩从上一班列车摔下来了，要骨折了。坐在那个边座上的那个人吧，他这边让给他坐一下。他说如果是人家让座的话，他小孩子死了他都不会坐在那个位置上。还说让座是对他侮辱，还说他很委屈，明明是争取来的还变成让了。我看他在车上吵了起码20多分钟。坐都坐下了就算了呗，他还要去投诉，他要求列车员道歉，有个胖胖的给他道歉了，他也不领情。